看一下，那首先的话，刚刚特别注意啊，刚刚的分割部分的话，基本上哦，我主要是拿那个，就是你，所以其实你可以拿刚刚的批次新增这个部分拿来做修改。那改完之后，其实主要是增加三行哦，这三行啊，第一行的话是筛选条件，啊，记得哦，筛选的话跟前面不一样的地方哦，就是加了所谓的 sheets 工作表啊，第一个啊，因为是跨工作表，然后还有呢。我们的那个条件哦，也在第一个工作表，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加，如果没加，一定会出问题哦。那第二个的话呢，从那边抠过来，也是要从第一工作表抠过来，所以这个要加哦。然后这边可能要改个范围，因为如果你没有加的话，它栏位名称不会一起过来啊。最后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全部抠过来，所以其实理论上这两行大概就足够了。啊，最后顶多是把它复原啊，复原的话就是再加上 auto filter 就 OK 了哈。好，这个是第一个了哈，我们就是可以快速的做资料的分割，所以哦，这个其实还蛮好用的。待会的话，也许各位哦可以换一个题目吧，你们可以再做个练习。那练习档的话哦，请各位开启那个范例档里面的单元03，哈。在单元03里面的话，各位可以找到有一个叫做单元哦，单元02的一个范例档。那这个范例档的话，请各位哈，这个资料哈，我看一下，Ctrl 向下，总共1000多笔哈。那请各位自行在这边加编号了，一，然后后面加二好了，OK，好，2，1，2，好，自己点两下，下面就有了哦。总共的话，Ctrl 向下，总共1238个资料。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哦，帮我做出按照品名、按照地区分别做分类的话，那该怎么做？当然第一个啦哈，如果跟刚刚那一题一样做法哦，第一个，请你先把品名哈先贴到中间空一栏好了哈，贴到 H，就整栏复制好了哈，然后再来做什么呢？资料里面有一个移除重复。在这里，OK 哈，啊有标题，上面有标，按确定，啊留下来的话5个，然后再来针对地区好了，啊地区也是一样，啊把它贴上，然后一样移除重复，地区的话，要不要扩大，Ctrl Shift 向下，啊然后移除重复，按错了，应该是。移除重复选项，好，啊，把它移除重复一下，啊，理论上选起来之后，哦，把它移除，移除，哦，OK，然后按确定就可以，那就会只剩下东北、中南，哦，那如果说了，哈，像刚刚我们是按照那个一二三班，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哦，帮我按照品名分别拆开来。变成这边总共有5个，就是玩具、茶、CD、书、糖，那这个地方该怎么？那最后切回去，那其实哦，你可以用刚刚的范本就可以完成了，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好了，就是针对哦刚刚的这一题做一个延伸练习吧，实际上这个应该是可以拿来当范本，把刚刚的稍微改一下，应该就可以完成了，好，试试看，我们就是把这个打开。打开之后的话呢，那一样我们就是在把这个编号呢，帮我就是再编到最底下，好像总共1000多吧，Ctrl 向下1238，那品名部分的话有这么多，哇，它这个1000多笔啊，但是其实你把它复制之后贴到这边移除重复啊，其实它只有总共有2、4、5个，OK，就是其实五种品名，那其实都是主要是这五个。那如果说我今天呢，第一个问题是我请各位哈，帮我把品名部分有没有？分别哈拆成5个工作表，也就是说了哈，他以前的做法是什么？你就是可能新增一个工作表，然后改成玩具，然后把玩具筛选的结果贴过来，然后再新增一个茶，然后再把茶贴过来。那你假设了。这个工作每天都要做的话，那你岂不是很麻烦？那如果说可以写一个 VBA 程式哦，其实没几行程式就可以马上把结果给跑出来，那不是很方便吗？那基本上哦，你可以拿之前的来当范本，拿之前哪一个呢？你其实可以拿什么？拿刚刚这个
我们的哪一哎这个，其实这一个哈，其实刚刚写的这个叫做分割工作表筛选这个，好，刚刚在云端上也有，你可以把它复制，那贴到哪里呢？贴到这个问题零二这个专案，好，你把这个叫它档名哈，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那把它贴过来好了。名称的话，也许改一个，也许叫什么？分割工作表底线，然后针对什么？针对品名好了，所以这边改一下品名。那其实你会发现哦，很多时候大部分都一样，那差别在哪里？第一个的话呢，就是for 回圈的话，我们是2到 4，那目前的话看到应该是2到多少？2到 6，所以这边改一下，也就是说它有多两个东西了哈，什么呢？书跟堂，OK。那第二个的话，一样是新增工作表。那再来的话呢，我们一样是换一个名称叫玩具，所以呢，名称的话在 H 栏，所以这边可能要改一下，它在 L，所以改成 H。那这边一样是改 H。OK，好，那接下来的话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范围有没有？我们的筛选范围前面是 A 到 E 的，在这边到 F，所以这边改一下 F。F 的哪一个储存格呢？应该是1239吧，Ctrl 向下啊，当然你这个地方也可以改成向下追踪的，只是说呢，这个追踪可能还要多写，所以我们先暂时先用那个找的方法，我们之后如果可以的话你再把它改一下，就是改那个向下追踪，1239的话可以用追踪的，那总共的话呢会有三个范围把它改成1239，OK 那改完之后的话呢，基本上我看一下哪些然后那当然如果不确定还有哪些没改到你可以什么边追踪，就是这边可以设中断点，然后边写然后边改。印象中好像还有哪些地方筛选的栏，这个是第几栏？它这边好像是根据的是第一栏，但是我们资料在第二栏，所以请你这个地方改成二。所以基本上我大概改了几个地方，贴过来之后改它的什么呢？回圈范围，OK，本来是四嘛，二到四，现在二到六哦。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呢，它的所在的那个清单，我们之前在 L 啦，现在在 H，还有什么？还有这个范围有没有？范围不对，改一下。还有这个第几栏？因为要查的是第二栏，品名在第二栏，OK 那其他的话应该就大致上应该就 OK 的了那如果你不确定的话呢，你可以怎么样？你按 F8 慢慢跑也可以，或者是说你可以设个中断点，然后让它跑到那边停下来，再按 F8 也可以的反正方法，那我们执行给各位看，执行一下。好，那你会发现新增一个工作表，名称应该叫第一个叫玩具，然后把资料抠过来。可是我建议你可以在这一行按 F8 之后，然后偷偷的切到原始资料，有没有玩具？有，然后记得要切回来。如果确定这边玩具有的话，切回来之后呢，让它继续跑。可是如果切过去发现，它没有资料，那你就不要，你就再 check 一下。尤其是这边之前可能常常没有改栏位名称，好，那资料抠过来的话，抠到哪里？抠到 A1，那执行一下，玩具就抠过来了，有没有？然后再换下一个，下一个的话，理论上应该再新增一个什么查。然后把查的资料呢筛选出来看看如果你不确定的，你可以偷偷的切回去原始资料看，查有没有？有，好，然后再把查的部分呢再 call 过来，有了，OK 然后下一个，然后再下一个，那以此类推啦，所以基本上呢执行完毕之后呢，就可以把总共五个这个品名全部通通筛选完之后。然后呢，再切回去第一个，并且取消筛选，这样就完成。那我们来看一下查，有没有玩具查 CD 书跟糖，OK 所以总共五个工作表，很快的就帮我们把它筛选开来。如果你要筛，你要清除的话了就是你要删除的话，那你可以再把，这边有没有批次删除工作表，可以直接怎么样？直接把它复制到这边来，不过可能要看一下总数看对不对？因为我们这边是 for i 等于第四个工作表，一二三四，那它这样子四到二，所以呢，我建议各位可以干脆把这个四
改成另外一个叙述方式，就是总共几个，哎，还记得吧？总共几个就是那个什么序词，总共几个序词点 com 有没有？这样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了哈，不管有几个了，反正你就全部帮我删除到第二个，也就是留下第一个就好了。那你就是把原来这个批次删除的地方哦，改成叫序点 com。那它就会帮你算啊，序点 com 是1234567，那这个应该是6，有没有6到2？哎，那这样的话相对的哈、哦，比较有弹性一点点。OK， 哎，那我们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哦，可以把它执行看看，理论上应该就会留下一个，没办法就留下一个，那你就可以再把它分割，没办法查，哎，玩具查 CD 书堂 ，OK， 好、哦，那就完成。这个资料的分割了 ，OK 哈、哦，那再来的话呢，请各位哈、哦，哎，再换另外一个地区 ，OK， 哎，那地区的话其实也差不多了，所以你们可以什么，假如说把这根删除掉，然后呢，上面的城市可以复制一下，贴过来之后哈、哦，把品名改成地区好了，哎，这边叫，哎，对，地区 ，OK 哈、哦。然后改的话，基本上大概就是，应该也不太需要改什么，这边改成 I 吧，哦，这个应该会更简单一些，因为我们的地区刚好在 I 的地 ，I 栏哦。那还有一个地方一定要改，哦，这里第几栏呢？地区应该是1234567哦，这边记得要改6，如果没改哦，它就会找不到，找不到就出错了。那范围应该一样，哎，还有啊，回圈范围。这边是 for i 等于2到6，这边应该2到5 ，OK， 这边改一下。哦，当然未来你也可以向下追踪啦，反正这个地方就会是活的。哦 ，OK， 那试一下，按 F8 好了，新增一个，改成东，然后把资料筛选。啊，最好保险的方法就是筛选完之后，尤其这一行哦，切过来看一下有没有东，哎，有东 ，OK， 哦。然后就是再把它怎么样切回到城市这边 call 过来 F8 哎 call 过来哎都动了 OK 好下一个，然后其他都一样，所以执行，哎，那这样的话就是东北中南，哎，有没有，哎，按照我要的通通帮我把它放好了，那删除一样哦，拿这个就可以了，因为去点 com 的话它自己会追踪，这边总共有5个到第二个，有没有，就直接删掉，所以哦特别注意哦，删除的话我是建议哈，可以把它改成序点 com 哦。那请各位试试看好了哈，这个程式码，那这个程式码哈，我会把它贴到那个问题二的程式码里面啦。所以你如果假设刚刚这三段哈，你们可以参考一下那个云端白板里面的第三个单元，单元。我刚刚这一段就这个问题二程式码。你打开之后的话，刚刚这三段都在这里。OK， 好了，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哈，试试看。